因为我的母亲是彩粉，所以小的时候呢，和我母亲老是加工一些服装，所以我觉得亲自动手也是一件挺不错的。大家好。其实亲自体验一下以前的事情，小的时候的事情，也是一种美好的回忆。这个缝纫机我们家已经用了一辈子了，40多年了，你想一想。看这不就好了吗？买的那个 GIP 的衣服，挺喜欢这个的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感觉特别不耐。前闯白孔的，然后把它再重新收拾一下。再把这儿再瘦一下就更好一些。小时候的回忆也是蛮幸福的。如果手工缝制的话就很难了，但是有机器的话，真的是一步就到位了。OK，看这样就好一些。虽然看到是一道缝子，但是它穿起来的话就应该好一些。嗯哼。因为本来这件衣服它就是一个这个款式，其实还可以再稍微做一下。